是王沐雨、洪芷玲、翁振杰、孔祥豪，欢迎你们。好，来，请您看正前方，这几位都在网当中拥有超高的人气哦。大家都靠近一点，四位靠近一些些啊。好，来，一起你们的右手边，请你们这边的视线，这边是一大哥的视线，来一起看一下啊。好，你们的左手边也一起转一下身体，转一下角度跟眼神，请帮我们在你们的高人气的网络世界当中，帮我们来多多推荐。十三号即将要正式的上映。好，中间，来看这边，中间站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请准备进场喽，欣赏电影啊、哦。两位靠近一些。好，也帮我们秀一下今天所拿到的即将要进场的试映会门票。啊，看中间哦，看中间来。我的心。你的右手边，我们每个人先带一下。那我们呢是有五个 A 在当中的，来，大家靠近这些，可能也可以稍微侧一点，靠近这些。OK， 来这条线这边，好，秀一下你们今天的门票好吗？正前方正中央的视线。好，你们的右手边一起转过来，右手边。而且是有五个 A 的字母在当中的，来，请进戏院来准备欣赏。接下来这一个乐团也很特别，它用国乐跨界，有不同的这种音乐的类型在当中。今天派出了丽丝来代表无双乐团，欢迎你，丽丝。如果有看过无双的表演的话，就知道他们虽然是国乐的组合，但是曲风是非常多元的，也可以融合你所熟悉的一些知名。好，你的左手边那边的视线，在你的左手边那边。谢谢丽丝，今天代表无双乐团来欣赏，来把更多的观后的心得。我刚好前天从日本回来，这个电影在日本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喜欢，而且现在也是正在上映当中、嗯、我走到很多书店或者是像地下铁通道的地方全部都可以看得到。嗯，今天你可以抢先好多朋友们在台湾先看到了，请把感动告诉你的朋友好不好？礼拜五的时候呢要正式的上映了。谢谢大家。来，马上下一位也是创降级的梁一真。嗨，我们先来进行拍照，来，这前方。手上没有试映会的票，可以帮我们秀一下吗？这是非常重要，解忧杂货店当中一封解忧的信是投递到那一个口当中，很重要。解忧杂货店。表乐团的组合，其他两位成员。看中间，好，
典礼的会沈志芳。嗨，来在这边。靠近一点点。正中央的是谢欣怡琪。好，你们的左手边一起带过去，左手边。好，最后回到中间。谢谢你们，请好好的享受电影哦。好不好？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。当你有很多的疑惑、很多的忧伤的时候，解忧杂货店会给你很多人生智慧的答案。请你写好之后，投到这个信箱当中。很多的心情要分享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，因为其实在前几年前，而且我看的他还是他刚出来都还没有变成一本书的样子。你那么早就开始感受到了解忧杂货店。我看了这本书，我觉得好棒。然后我一直想说，哎，这本书什么时候会拍成戏剧或是电影？有的时候小说大家的想象的情节跟最后面拍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画面会不一样啊。今天你就可以将你的想象，将你过往的感动跟真实的电影的画面做一个结合。对，好，谢谢你也来到我们的星光首映会。下面这一位哦，他真的也是电影明星哦，在今年也有演过电影哦，小球庄娟英，欢迎你，小球，电影明星。来，这对，不会反光。之前回到歌手的身份，所以现在变成一个观众，再来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观赏的角度更不一样？你更可能知道一些电影要完成的辛苦或重要的地方。会知道电影要完成的辛苦跟重要的地方，但是在看电影的时候，最重要是当下，所以不会想太多。算带一点放空的感觉吗？让那些情感把你住满。我就看电影就是这样啊，必须要让你进到电影院之后，随着电影想要给你的剧情，然后情绪起伏，这很重要，就跟看书一样。是，希望今天这部电影也让你有一些灵感，可以写出新的好歌。会的，好不好？期待心中你，谢谢小球。下一位，欢迎李宗霖。好，也想请宗霖可以帮我们秀一下吗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封信，来。过往他的演出，不管是古装或者时装，都有很多不同的造型、不同的面貌。今天透过了星光的首映会，也是来学习，看看日本顶级级的人物怎么样诠释这些细腻的感情。好，左手边的视线。好，最后在你的右手边，每个视线角度都帮我们带一下。谢谢你。